两个齐聚一堂，为新的一年拍摄宣传照。一身喜气的他们开心许下新年新希望，希望在新的虎年呢可以做更多的公益活动。新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跟小众好好的学习。虽然拍照时小天跟徐伟宁是站得老远，但两人的浓情蜜意丝毫藏不住。而难得同台的两人也被问及新的一年有没有定下来的可能。这个问题呢，就是洪老师还没有定，我也不敢定啊。其实花花想分了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感情问题问花花为什么的呀？为什么莫名其妙我只在递麦克风就转到我身上来啊？要新男朋友了？我没有啊。